好久没来了。我提醒你了。鼓山分局龙华所于29号15时许获报，在鼓山区龙德新路有行车纠纷，引起肢体冲突。经警方到场查处，为苏南在变换车道时遭邱南按鸣喇叭示警，双方于龙德新路与自由路口停等红灯时起口角纠纷，后双方在路旁相互拉扯受伤，警方到场时仅剩邱南一人。案经邱南自首自作笔录并提出告诉后，警方立即通知苏南到案说明，双方互提告诉，全案依伤害、公然侮辱及毁损等罪嫌，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，令苏南非遇突发状况，在行驶途中任意骤拦于车道中暂停行为。警方亦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第1项第4款规定，依法举发。